大家好，我是张叔，很高兴今天跟大家一起进行 Fit Time。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八分钟的运动，所以也就是说，你们没有任何借口不去健身房、不去跑步、不去运动，只有八分钟跟着我们在家就可以做。这八分钟会比你去健身房跑步效果会更好。今天大家运动的是一个胸部的一个训练，一共有两个动作，每个动作呢是45秒钟，加上一个15秒钟的休息。然后这两个动作一共重复3次，一共大约是6分钟。之后我会带大家做一个拉伸的一个冷身的一个训练。之前呢会有一个热身，也就是1分钟，这个热身非常关键。如果热身不好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些肾脏伤害。另外，今天用到的会是一个计时器，然后当然还有一个瑜伽垫会更好。这个计时器，如果你是在家，然后跟着我做，跟着这个 app 的视频做，或者是电视做的话，可以直接就跟着做就好。如果你是想自己做的话，可以下载我们一个叫 FitTime， 或者是扫描下面的二维码，就可以得到这个 FitTime 的一个计时器的工具，好吧 ？OK， 那咱们大家就来训练吧。我先带大家做一个热身的训练，时间大概是1分钟。首先，大家先拉伸一下自己的关节。和伸展一下自己的胸部，然后做一些下蹲的运动。好，现在可以稍微跳一下，这样的话让身体从零到有一些热。在家的话可以轻轻的跳，省得吵到邻居。或者一些高抬腿。好了，现在差不多身体也热了，活动一下手关节、脚腕关节。OK， 差不多了。现在我觉得身体也已经微微的出汗了。OK， 给大家介绍第一个一个训练的动作。先把我的计时器开启启动。好，我第一个先是一个15秒钟一个准备。先把这个准备姿势做好，这是一个俯卧撑，大家看到俯卧撑不要觉得害怕啊，会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姿势。首先女生的话，一开始如果没有做过俯卧撑，可以先用膝盖式的一个俯卧撑，把膝盖着地，然后双脚可以交叉，然后双手呢大概是一个2倍肩宽的一个距离，然后可以开始做。慢慢的下去，慢慢的起来，伴随着一个呼吸。起身的时候呼气，下身的时候吸气。当然，如果你很累的话，你可以中间休息一下，调整一下。OK， 继续。OK， 这是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呢也是很简单，是一个比较新颖的一个动作，给大家先示范一下，也是有一个俯卧撑的一个姿势，但是呢是屁股呢要向上翘，是脚贴地滑翔。我先给大家演示一下，这是一个完整的动作，当然如果你做不下去的话，可以先慢慢来，能下多低下多低，不用强求自己啊，也可以这样。女生当然体力很好的话，可以下得很低，几乎是贴着地面。好了，现在这边是一组，咱们要做一共3组，调整一下，有点甩，补充水分也是非常重要。OK， 注意调整呼吸。慢慢来，慢慢做。
要是走下去可以中间休息一下，调整一下，尽量能完成这个动作做到力竭，也就是做到实在做不了的位置是最好的。十五秒这还挺快的是吧？俯卧撑的运动还是先膝盖式的，当然如果你可以直接做标准的当然也可以，不用求快，要求质量。加油，感觉到有点不行了，最后一个 OK， 下面是贴地滑翔。来，准备好，慢慢下去，尽量胸部贴着地面，然后再慢慢起身。对胸部的训练非常好，也是挺累的，看着很简单的一个动作，越低肯定是动作越难。OK， 啊，这已经是两组做完了，还有最后一组，时间还是挺快的，是吧？啊，最后一个，膝盖式俯卧撑就可以。男生的话可以直接做。标准俯卧撑，起身呼气，吸气，不好意思，下去呼气，也就是说在你用力的时候是要一个呼气的过程，还是蛮累的啊，要坚持下去。OK， 最后一个，做好准备姿势，最后一组。加油，不要放弃，最后几秒钟，OK， OK， 现在计时器告诉我咱们运动结束了，非常好，现在已经是微微出汗，达这种效果是非常好的。现在给大家带着大家也做一个一分钟大概一个冷身的一个拉伸的过程，刚才用到的是一个胸大肌这边的一个肌肉，拉伸呢它最后的效果就是让你肌肉不要那么的紧张，一个对它的塑形，对它一个长度美观都是非常好的。在家可以找一个就是一个墙角或者一个墙壁啊，把手放在这里做一个大概的一个拉伸的过程，让你的肌肉放松下来，不要那么紧张，不要那么的收缩，让肌肉会看得也很好看，然后相当于把手放在这儿，然后拉伸，肌肉会感到肌肉的一个慢慢的一个舒缓的一个过程，
刚才是很紧绷的，这样做几秒钟，我们在这边拉伸一下手臂，好了，这样可以了。今天这就是一个8分钟的一个训练，当然如果大家想看更多的视频的话，可以上我们的视频频道或者下载我们的 APP， 就会有更多的视频，在家就可以完成，只有8分钟，没有任何借口。 OK, it's free time， 那咱们下次再见吧。